第三，神掌管万有，为什么没有阻止撒旦诱惑夏娃呢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我就不责备你了哈。首先，我们要审视我们如何问问题。补充一下啊，问神为何没做？既然问神为什么没做，那是不是要让神出来给你解释解释呢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问呢？我们要反思我问的问题哈。 我问神为什么没做？那我首先要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可不可以问？能不能问？第一，神是神，他有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，上帝做这个事情，无需向任何人负责哈，无需解释。上帝做这个事情还要向你说明理由吗？上帝没拦阻，还要向你说明吗？ 这就意识到我们思考的愚昧、愚蠢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是责备你哈，这种不敬虔的，说过分一点的、狂妄的问，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杜绝的哈。当然，过去不知道，就这么地了。今天学了，一定要纠正哈。这种竟敢质问神，为什么？你是谁？竟敢向神这样嘴？你是谁？竟敢质问神？神为什么不做、不拦阻里面？ 好像如果神拦阻了的话，这个左图是吧？右图，夏娃刚伸手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嗯，他一下一嘚瑟，那个果子就掉地下，不就吃不到嘴里了吗？”刚要给亚当的时候，嗯，吓得先掉地下了，亚当也就接不过来，果子不吃了吗？上帝如果拦阻了的话，何必人遭这么多罪，还得下地狱，还得神的儿子要为我们牺牲，遭这个罪呢？ 上帝真笨！如果早点出来拦阻的话，一切都没有这么繁繁琐了。花好几千年预备救恩，就你聪明啊！你发现问题所在了，你比上帝还聪明，所以你现在给上帝出主意哈！上帝为什么不出来拦阻他？所以这个问题本身，你如果口气，上帝，啊，我不明白。如果你当时拦阻的话，呃，这样问还可以，但这个口气很硬哈。 问神为何没做？那第二，上帝做了，上帝随着自己所喜悦的自由，他做了，他也无需解释，无需说明。那上帝做了，他对他的行为有没有解释呢？第一种是，上帝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，就像这个问题的上帝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，对不对？上帝为什么没有拦阻？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，但。 可以间接或者从以经解经的原理，从整本圣经以经解经的原理和恰当的推论，有些问题是可以这样得到解决的哈。那我们今天来看，从推论性的尝试着去解释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上帝没有阻止撒旦诱惑夏娃呢？天使堕落之后，看着他混进伊甸园之后，直接这个用激光导弹把他灭掉，或者是吹口气，撒旦这种存在就。 人人间蒸发了，撒旦不存在，那他就不会去勾引跟这个夏娃亚当沟沟通，诱惑他了，对不对？总之，上帝的问题有很多需要出来跟我们解释的。撒旦为什么在园子里出现？为什么在园子当中造一棵善恶果树？如果这些都不存在的话，没有石头，哪有绊倒的事情啊？我们想的比上帝更周全啊。 推论性的解答是什么？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神按着他的行星样式造人，然后赐福他们，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。二章七节，将人安置在东方的园子里面，用尘土造了他，吹了生气，有灵的活人。然后十五到十七节就是跟他立约哈、啊，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山后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明确的命令，前提是按着行星样式造了人。 他能听懂神的话，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意志等等。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就义务有责任去顺从神的话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因一人的不顺从，众人都陷入了罪，于是死到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约，虽然有的人说不认为这是约，但是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这是约啊。 只不过名字不一样，生命之约、行为之约、亚当之约、什么议定园之约等等，它是一个试验。上帝把树放在那里，甚至允许堕落的撒旦伏在蛇里面，可能诱惑人。但是上帝决定试验，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样的时候来试验人的顺从啊。 试验的目的不是上帝不知道人的结果，试验的目的是为了透过试验，他进入到更高的地步、啊，哈，进入永生等等。就像传道书里面说，神造一本是为了造一本，生出万族是为了产生金钱的后裔、啊，哈。然后上帝赐给他命令嘛，借着命令看人的顺服。人有意志嘛，刚才我们说意志里面有理解力，然后有意志，理解了神的命令，因为神是。 造了可以理解神的话、神的形象似的这样的人嘛，他能够听懂神的话，不然的话，上帝就对对牛弹琴了哈、啊。对能够听懂的人说了，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命令给他了。嗯，当然他有理解力，他也能够听懂哈、啊，他有意志可以遵守。奥古斯丁说，这是有两种可能：可能犯罪，也可能不犯罪，或者是能犯罪不能犯罪哈、啊。 所以你不能说那是绊脚石，因为他完全可以用他的意志去做出自由的选择。注意，我用的是意志自由的选择，不是自由意志啊。加尔文牧师已经究竟的纠纠正那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容易误解，造成误解啊。意志的自由，意志选择的自由啊。所以有意志，他可以选择顺从或背逆。结果呢，我们看到他的回应是背逆哈、啊。 结果就是遭到审判，照着神警戒的，吃子日子必定死。虽然上帝保全了他的生命，没有立刻扑倒就死掉，灵性已经死了，但是延续了他肉体的生命，生养众多。这个就让我们伊甸园的事件，我们结合基督的事件，到到启示录里面那个回归伊甸园，重新回到生命树、生命水这个园子、乐园这样的整个构图里面，我们看到了。 上帝透过这个人创造、力约、堕落、救赎来彰显他的智慧、他的能力啊，然后成全这个救赎等等，然后最终呢，人可以颂赞荣耀他。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？那个超过我们可以问的权限啊，如果我们是主的话，我们是神，你可以随便做，你也不必要关心管别人怎么想，你有那个主权时你就做。 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，现在是上帝是主，他做了，而且他又不是霸道，他是按照他的属性、他的品格，他良善诚实，他没有恶。你又没有办法去质问他，就像斧头怎么能质疑抡斧子的人，棒子怎么能质疑抡棒子的人，瓦器怎么能质疑窑匠呢？你把我做成这样，你为什么举起我？没有权利。这个是现实当中物理定律里面。 已经告诉我们不合理的质疑，如今我们用这个我们都不会赞同的不合理的这种质疑去质疑上帝，所以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我们不合理。上帝当然有他做的，而且他做的都是对。那他有没有必要向我们解释？我们不理解是不理解的事情。那神为什么没有拦阻试试验要试验哈、啊？那为什么要没有拦阻撒旦诱诱惑夏娃呢？ 神无需向我们，也没有必要，更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一切啊！解释了，我们也不一定明白。重要的是，信徒当信赖神，是正直的、诚实的、智慧的、主权的、圣洁的，而不是质问。信徒最大的荣耀和本分是，不是以自己有限的揣测，去揣测上帝的无限啊！用自己愚拙的衡量。 去衡量上帝的智慧，用自己邪恶的判断去判断、评价上帝的良善。信徒最大的本分和荣耀是敬拜，是信靠，是顺从。即便是无法理解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什么都懂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。不需要解释，主啊，这事既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 玛利亚都懂了吗？不懂，她能懂？没有男人可以怀孕生孩子吗？圣灵感孕，你所来的，是出于圣者，这什么意思？理解了吗？没理解。但是，既然主说了，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我是主的侍女，这就是信心。信仰不是所有的都搞懂了才信，信仰是接受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那里有最好的答案。 即便他没有，他选择向我们保持缄默，我们也知道他那里有最好的答案。让上帝做上帝，让我们自己守好人的本分，信靠顺从、啊。哈，好像答了，好像没有答，这就是答案、啊。哈，圣经说的就说，没说的别过度的猜测、啊。哈，加尔文老师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好的学习约束我们过分的。 不敬钱的好奇心啊，有些问题该问，有些问题不该问。即便问，也是小心的，存着恭敬的态度。